还要勇敢闯一遭，大案有高招，嘿嘿，小案心思巧。不管地多厚，不管天多高，前路在我心中，哪怕风雨摇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大还是官小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平常心让你没烦恼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青天艳阳高高照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世人随风我逆潮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，常威胁孩子健康，还好有舒肤佳新洗手液，抑菌保护高达99.9%，更有新沐浴露12小时深入保护，舒肤佳健康专家护全家。那个什么姓陈的，哎，不要说他，贱人。师傅啊，不如不说陈梦吉，说一下那个展。哇，师傅这次真的中招了。我顶不住那点辣味吗？我倒要看看，当你妹妹被我追到手的时候，你宋世杰是个什么滋味。好像师傅很有信心啊。是志在必得。他宋世杰越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就越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他越是疼他的妹妹，他就输得越惨。公孙先生就是厉害了，屁股上挨鞭子打，挨棍子揍，走路还可以没有声音，哼，佩服。我看你没事，还会说笑话呢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叫河东河西去找展护卫，无论如何都要找他回来。谢谢啊。不过这不重要，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回来，找不找得着也无所谓。公孙先生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？他在的时候呢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我都能够感觉到一把正义之剑每天在逼着我。他监督着我再去做一个好官，我现在觉得每天都不自在。公孙先生，我现在连案子都懒得审了。少爷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高低起伏，你不能自暴自弃。我哪有自暴自弃啊，我是无能为力啊。我是什么？我是一个芝麻小的官儿，我连当地的恶霸都收拾不了，我也没有能力把那个要走的人给抓回来。成大事就要做大官，男人的眼光要放远一点。好啊，眼光放远一点，眼光一定要放远一点。
你知道吗，公孙先生，要是闯大祸的话，我有这个本事，可是做大官，对不起啊。还有啊，除非四大名壮过来帮我，你想想，再加上你，还有我爹，还有展护卫，东南西北中发白已经凑齐了。哎，大官我肯定能当，现在不是没有吗？四大名壮，看样子你真的想啊。你不用想了，说笑而已。展护卫的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不要说出去，因为你知道他是县城里的热门话题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再给他惹是生非了，以后谁问就说他出去办案去吧，出去办案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慢点走。嗯，早点睡吧。不是人啊，你想我死是不是？我这么难受你还拉这个破东西，心情不好发泄一下。谁说我要发泄啊？我才没有，我很好啊。你以为我像你啊？不要拉了，不要拉了。现在不是你发泄，是我要发泄。我心情不好啊，我在想我的女儿随风行不行啊？你说。风来镇，我会想起我死去的女儿啊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怕你待在这儿啊，会更想你出走的女儿啊。好，我明天回去。爹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要赶你走的意思。如果你愿意留下，你就留下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看到随风一生漂泊无依，就牵挂你妹妹了，让我回去看住他们，是不是？爹啊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，我们两个真不应该是父子啊，应该是夫妻。你想啊，夫妻才一条心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想什么你全都知道，傻子呀你，比喻也不该用夫妻比喻啊，那应该你是夫啊，还是我是妻啊？傻乎乎。不过也好啊，我回去看住你妹妹，我的女儿，早一点找个好人家，把他们早点嫁出去。如果不想嫁呢，老爹养他们一辈子也挺好。喂喂喂，你又要拉啊？不要拉了，拉一会儿行不行啊？哦，如果你非要拉的话，我麻烦你啊，拉一个快乐一点的，节奏激昂一点的，让大家高兴一下嘛。那就试试看喽，尽量吧。我先走了。儿子，爹明天就走了，有句话送给你啊。俗话说呢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当啊。随风是走了，但你也不要过分的思念他，自己要保重啊。话是这么说，自己也放不下。臣本布衣，耕读南阳，苟存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妄虚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。当日刘备知遇之恩，诸葛前辈粉身以报。今日小凤知遇之情，我又何以为报呢？诸葛孔明，何以为报？难道像我那样粉身碎骨去报吗？报恩这种事是不用舍身的。前辈，我不是说舍身的，我只不过是
没有前辈您那样的聪明睿智，我怕坏事啊。哎，千万不要妄自菲薄，你怎么说也是名门之后，只不过被你娘唠唠叨叨磨灭了你的志气，你心里早就有打算了，照着做吧。但是前辈，这事儿真的好难啊。比做人还难吗？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个上策，一个下策。上策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想做就去做；下策就简单了，拿根绳子上房梁，吊死就算了，这也算是报答。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选择呀？人往往面对选择就举棋不定，以致一生光阴虚度，甚至一事无成。你还想有多少个选择？我你我什么？你去死吧！哎呀，好。下签你认命吧，求什么都是下下签的。我现在不解了，省得让这个混蛋听到。你先解他吧。哎，麻烦你啊，先生。哎，八婆，好好听啊，我不怕的。哼，我命大又不怕鬼下，哪像你呀？哼，求下下签。哎呀，这么开心是上上签吗？我笑你啊，也是下下签，跟世人一样啊。你们俩这是同病相怜啊。哎，这张纸是你的，你拿错了。哎呀，那么紧张干什么呀？什么？我还没跟你收到可以拿你的东西来用。哎呀，大伙都是下下签嘛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哎，我要是你啊，就把它砸到地上，砸个洞还能听个响呢。你真是紧张啊。哎，本来想临走之前求个好签的，没想到这么差，更牵挂了。要去哪里啊？回乡下去啊。我儿子叫我回乡下管住女儿们，我明白的。他想让我安心一点，那我假装糊涂顺一下他的意喽。其实就算走了，我心里还是挂念他的。哎，为人父母，哎，可不是嘛。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，一辈子为了儿女劳心劳力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那儿子打个喷嚏什么的，我马上就拿药拿被子去照顾他。哎呀，那很辛苦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儿子他那么厉害，你来求什么签呢？他就是厉害过头，聪明过头，凡事做得太绝就不好了。不过我不明白啊，你怎么会把你儿子教成这么蠢呢？我故意的喽。但愿吾儿如此老，无忧无虑过一生。他本来不是这么蠢的。我儿子是天生的，你把你儿子故意教成这样，那就是自找的了。啊，宋夫人，我走了以后呢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儿子。哇，你知道我是二郎神啊，一只眼看着儿子，一只眼看着女儿，中间那只眼还要看着你儿子。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呢，你能不能让……啊，明白了，意思就是说叫我管住自己的儿子，不要欺负你儿子。啊，对对啊，果然是聪明伶俐啊。宋夫人，这样行不行啊？好吧。我尽力而为吧，能帮就帮着看。你呢，早去早回。宋夫人。哎呀，又想怎么样？以前呢，我这个人脾气太大了啊，有得罪之处向你赔个不是啊，对不起啊。
我倒真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呢？因为你的一些神态举止呢，非常像我死去的岳母。哎，我呸！像什么不行？像死去的人，懒得理你。喂，真的很像啊。站了一个时辰了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死就死吧。但是这样冲进去，他根本不会理我的，怎么办呢？当年诸葛孔明以空城计吓退百万大军，今天我只是想召集四大名壮，怎么会这么难呢？宋世杰比百万大军还难应付啊。什么百万大军啊？我菲菲姑娘，你说我哥难应付？公孙先生，你不会是来找我哥报仇的吧？啊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是有些事想请教宋壮士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这件事确实没那么简单。那你能不能先说来给我听听呢？我想邀请四大名壮做我家大人的智囊。哼，公孙先生，你不是在做白日梦吧？我也明白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我在这想了很久，怎样才能说服宋壮士。但是如果能让四大名壮之首的宋世杰能首肯的话，这件事的胜算就大了很多了。宋壮士他在吗？哦，他刚好不在，出去了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如果要是不找我哥，希望还能大一些。为什么？你是真不知道呢，还是假不知道？陈梦吉表面上跟我哥嘻嘻哈哈，有说有笑的，可是一山难藏二虎，有些话里头句句都是带刺儿的。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希望我哥说服他们两师徒，还是希望他承认和陈梦吉一样，你根本就是白日做梦啊。如果你哥肯答应的话，说不定陈梦吉会下不了台，被迫带着徒弟加入都是有可能的嘛。不可能，我哥这人是出了名的狡猾，他心里想什么谁也猜不着。有些事你越想让他帮，他就越是不帮，你要是不想让他帮呢，他也许会帮。所以呢，如果他不答应，那陈梦吉为了证明自己不比我哥差，自然也就不会答应了。这样我就反过头来做，我先去说服陈梦吉。你跟他又没有交情，他才不会理你呢。听你这么说就是行不通了，根本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。那你还打算干什么？擒贼先擒王，射人先射马，投其所好，行不行啊？我哥没什么好的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不是说你哥，是说陈梦吉。你说女人啊，她只对女人感兴趣啊？啊，是。这一点，在下也听说了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我只答应帮你出计谋。说过要出卖色相的？不不不不不，没那么严重的。我只是想，可不可以一箭双雕？不是，一箭三雕都可以啊。我不管你什么一箭三雕，反正我不会答应你。你先听我解释。第一雕，我是说，如果你可以让陈梦吉师徒改邪归正，做我家大人的智囊的话，实属梅龙县之福。这第二雕，你也是知道的，世上很少有人不怕你哥。你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又可以找到如意郎君，那样岂不是两全其美？那第三雕呢？就是你哥呀。如果其余三位大壮都首肯的话，我相信他也不会无动于衷。到那个时候，请菲菲姑娘你和我联手，那么你哥答应的可能性就大了许多。看不出来啊，公孙先生，你还挺精的。这可不是奸，这叫计谋。当年诸葛孔明摆出空城计，也是前所未有的好计谋啊。美人计，我行不行的？反正你又没吃亏，
就当给自己一个机会吧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嗯，那我先跟他们说说。不过美人计这事儿，我还得再想想才决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先谢谢你了，菲菲姑娘，多谢了。那天多谢你和陆大人来帮我，我谢谢你。哪里，多谢多谢。女儿啊，哎，女儿，你看谁来了？好，菲菲姑娘，菲菲姑娘有礼了。啊，娘，人家陈壮士很忙的，干嘛叫他们来陪你打麻将？哎呀，傻女儿啊，忙什么啊？我一叫他们，他们都会来的啊。来，我来陪娘打麻将。我哪会打呀？哎呀，你这么聪明，一下子就学会了。乖乖的坐在那儿，摆个亮亮的笑容就行了。来来来，哎呀，走开啦！你都不会打，快点坐下。到谁了？什么时候有空，就让令堂一起过来打几圈麻将了。如果宋夫人和师傅去京城玩，在寒舍小住，我娘一定会很开心的，有人陪她打麻将。那么远啊？哎，陈壮士啊，你府上没住的那么远吧？在下就是一线之隔，只不过父母双亲已经去世多年了。这个好，不会有婆媳矛盾。哎呀，胡啊，不，哎呀，你不要打断娘的聊天。哎，陈壮士啊，哎，你赚那么多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哈，只是买一些名家字画装饰房间而已。哎，只是在下不才，至今还是孤家寡人。如果我能够取得娇妻，必将所有的钱财都花在他身上，以期博得他一笑。哎呀，终于胡牌了！哎呦，人家随便打，再来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还要劳烦菲菲姑娘相送。啊，娘都说出口了，我又怎么敢不听呢？我们家是会有家法伺候的。啊，今晚的月亮好圆啊。圆月当空，如此良宵，梦吉难得与菲菲姑娘月下漫步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可是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陈壮士马上就要离开了，我也就不能经常再见到你了。菲菲姑娘的意思是不希望在下离开。陈壮士才智兼备，又是四大名壮之一，一定是公务缠身，怎么能够在梅龙县待得太久呢？哈，其实要梦吉留下来很简单，只要菲菲姑娘一句话，梦吉定当遵命。说真的吗？嗯，其实菲菲具有一事相求，这件事除了陈壮士就没有人能帮我了，我哥都不能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呢？好，连宋壮士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陈梦吉却能做到。菲菲姑娘，莫非是想让我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给你？天上的月亮我倒是不敢想，我只是想请陈壮士还有你的徒弟能够去做陆大人的幕后智囊。看来菲菲姑娘和陆大人的交情不错呀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陈壮士可以去做陆大人的幕僚，就可以留在梅林县了，我就可以经常见到陈壮士了。陆大人已经够足智多谋了，而且还有一个甘苦与共的公孙先生，法场行刑一幕的确是感动人心啊。得此幕僚，夫复何求？那这么说，你是不愿意了？哼，就算我肯，恐怕大人也用不着我呀。反而，菲菲姑娘，若是想要天上的月亮，在下倒是有办法。Thank you.
人在高楼月在天，月满报得美人归。天色已经晚了，我就不送了，慢走。菲菲姑娘慢走。菲菲姑娘慢走。忐忑不安，恐怕就是宋菲菲现在的心情。宋世杰的妹妹也不过是寻常女子。那师父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全力一击？看心情了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剑光。啊，宋世杰，这次你中招了，中招，中。见他呢，谁摸你的手啊？哦，你刚才和陈梦吉师徒俩出去，出事了？什么呀？是虫子呀！哎呀，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，你有事儿瞒着我？无中生有了是吧？分散注意力，你现在能做壮师了？说。你到底在为什么事烦恼呢？我在烦恼你被谁摸了你的手啊。哪有啊。我再问你一次，究竟是陈梦吉还是那个什么东东啊？啊，你不说，你不说我自己去问。哎呀，不是那个什么东东。陈梦吉啊，陈梦吉他出了名的风流啊，你看这次又来摸你的手，上一次还色眯眯地盯着自在飞花，那个呸！臭小子，你闭嘴！哇娘，这么大一只蚂蚱跳出来，会吓得我们宋家绝后的。你还说，上次招婿大会真才子没有一个，假才子又被你耍了个够。我知道你的脑筋会急转弯，对对子的本事一箩筐，那又怎么样啊？这是你的妹妹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稍微有个好点的男孩子粘过来，你就去踩他，你真的不想让他以后嫁人呐？娘，你说的对，菲菲啊，那我以后就不多说了，因为大哥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不会喜欢陈梦吉啊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我，哎呀。少爷，进来。带来了。是。这么吵，我怎么想事儿啊？娘娘，你看他的样子好可爱，好像心疼啊。喂，呀，就像你小时候那么可爱呀。喂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哦，小脸蛋都哭红了。喂，喂，你们别那么快和他建立感情啊！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们是不是聋子？夫人啊，我们问过左邻右舍了。这附近没有人家丢过孩子，这婴儿可能是外面的人抱来放下的。哎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有什么办法呀？整个梅龙县这么大，自在飞花也不容易找，干脆去报官，让陆小鸡去查，别让他吃俸禄吃得那么容易。哎，娘，你英明，报官。哎，自在飞花，跟我走。喂，这是妇道人家去的吗？我去。
你会抱小孩吗？我不会啊，你把孩子放到篮子里，我总会抱篮子呀。这在废话，你们看一下怎么能把它塞到这个篮子里，跟我走。啊，是。哎，小心呐。嗯，不大对劲儿哦。我也觉得是，你哥哥很少这么卖力的。嗯。那好了，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线索？看了这么久了。这个篮子没什么特别的，看不出是哪一家人的。哎呀，这些货色满大街都有，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家的。是啊。单凭一个篮子就能看得出是哪一家的，真的很难啊。大人，查案呢，说到观察入微啊，可能展护卫最才好。哎，你说观察入微啊，我觉得这个观察入微的人呢是公孙先生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公孙先生在观察上当然细心了，但是说到照顾小孩子呢，就要展护卫那些女人才行了。要说到照顾嘛，我觉得我比展护卫强啊，你知道吗？展护卫他整天舞刀弄枪的，他一出来小孩哭得更厉害啊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我照顾过三个妹妹啊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那我来啊，小朋友你好啊，哥哥来了。不要哭了啊。呀，你好重啊。哎，他怎么还哭啊？是不是想吃奶啊？你们谁有啊？他不是想要吃奶，他一直在哭，可能有病，应该带他去看病啊。那这里又没有大夫，展护卫的就不同了，他有行走江湖的经验嘛，叫他出来看一下。公孙先生，来来来，哎，这个检查身体嘛，哈，有病就应该，哎，你把那个谁叫来，那谁，仵作，哎，对对对，仵作，让他出来检查身体啊，快点。大人，仵作一般都是检查尸体的，活的跟死的不都一样吗？大人，不必兜圈子了，究竟展护卫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如果你知道他去哪儿了的话，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啊，谢谢。虽然这么做是要逼婴儿的父母出来，但是天这么热，还是凉快一点再生吧。哎，打铁要趁热吗？不是，他们怎么知道啊？好，小婴儿，本官现在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何事告状？有何冤情？大人，你最好还是要再入戏一点。好，哼，大胆婴儿！啊，冤情你不会说，状纸你不会写，不问你什么，你只会睡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把眼睛给我睁开，哎，让我看看啊！哇，睡得还挺香的啊！大家看看，我告诉你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刁民诬告，扰乱公堂。公孙先生，我问你啊，刁民扰乱公堂应该怎么处罚呀？重打80大板。你们都听见了，不是本官我残忍啊，律法规定的吗？来人啊，重打80。是。哎，等等。哎，小婴儿，本官让你屁股上嫩，就最后再问一遍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还睡啊？好，你死定了。公孙先生，你看那边那个拿手指我的女人，好像表情很紧张啊。岂止她紧张，所有人都紧张，他们都以为我们疯了。好，来人呐，给我重打80。哼，不会吧？他真的打婴儿80大板呐！啊，宋夫人不用担心，其实没有打，陆大人只是想用计谋逼婴儿的父母现身呢。这样的计谋都想得出，陆小凤如果转行做壮士的话，恐怕我和师父都没饭吃了。不会吧？啊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放心不下那孩子。整个衙门那么大，全都是男人，只有展随风一个女人，她也不会带小孩。不行，我说女儿啊，待会儿你和我去衙门，还是把孩子接回来为好。娘，这不是办法，还是应该把人家孩子自己的亲娘找出来才行。说找就找，哪那么容易呀？嗯，这个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啊。不如让梦琪略尽绵力，跟菲菲姑娘一起去找吧。嗯，好是好，不过一起找不好，分开找好一些。不止分开找，还要比谁找得快，最好
来一场赌约，可以让大家认真一点。这也能赌？怎么赌啊？宋菲菲，我师父说你想让我们师徒做陆大人的智囊，如果你比我和师父先找到婴儿的娘亲，那我们师徒就做陆大人的智囊了。好啊，那我要是输了怎么办？以身相许喽。娘，好，赞成。啊，但他没有说过，没说过。不如这样吧，宋家乃是广东名门，招婿之言非同一般。假如孟吉侥幸得胜，就当孟吉已过一关，将孟吉列入候选之列吧。怎么样啊，女儿？行。事先声明啊，就算是你赢了，也只不过列入候选，没有人能比我成亲的。多谢菲菲姑娘。女儿啊，你一定要输啊。娘。菲菲姑娘。先生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慢呢？我已经尽快赶来了，什么事啊？我这次的美人计可能是玩过了。陈梦吉啊？是啊，陈梦吉好像很投入的样子，还送月光给我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毕竟第一次有男人这样对我，可我后来想想也挺肉麻的。更要命的是我现在和他立下赌约了。公孙先生，你要尽快安排衙门的人去帮我找那个孩子的娘，万一要让他先找到了，那我就要考虑和他成亲，我可不想假戏真做啊。玩得这么大，那可是我们开始并不是这么计划的。是啊，可是人算始终不如天算，快想个办法帮帮我吧。孩子的娘呢，是要尽快找出来，但是茫茫人海到哪儿去找呢？啊，还有啊，也可能是我多想了。孩子的事情会不会是有人刻意安排的？你不说我不觉得，你说还真是的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陈梦吉。没有证据，不能乱说。我刚才看他信心十足的样子，肯定是他没错的。我去问问。哎，菲菲姑娘，不要冲动。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插手了。我就是去试探一下口风，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样。你放心吧，公孙先生。我不会把你的四大希望计划变成四大失望的。不是这个问题，是原则的问题。如果菲菲姑娘对陈梦吉已经无意，这个计划就不应该再进行下去，剩下的事情公孙自有安排。我是对她没有什么意思，不过我会处理的，有事再找你吧。哎，刘壮师，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？孩子的事儿是不是你和陈梦吉故意搞出来的？我只是希望你们做智囊，你们就借孩子的事儿跟我打赌。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古怪。哇，你好直接啊。那当然了，和你们这种会脑筋急转弯的人说话，直来直去最简单。你也别忘了，我和我哥都斗了十几年了。你是不是后悔和我师父打赌啊？是啊，有点吧。我也不希望把我一生的幸福就这么赌出去，送给人了。但你已经答应和我师父赌了，现在后悔好像来不及了。所以我就要问清楚，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们设计的？如果你们一定会赢，那还叫什么赌啊？这场是双赢的赌局。壮师，请。哎，师傅。哎呀，一个人喝闷酒好像有心事啊。哎，悄悄地告诉我，你想念谁呀？你究竟是包打听啊，还是关心我？当然是关心啊。徒弟的终身大事师傅也这么关心，师傅的终身大事做徒弟的怎么可以不关心呢？好啊，互相关心啊，一人一句。不真心的话我不玩的。请。师父先请。真心话，真心话。其实
好好的，他为什么要走啊？你说。我也想不明白，我为什么会输给那个傻大个呢？赶紧说了。我已经帮他解决了所有的事情，只剩下大仇未报而已啊！但他一声不响，一走了之，又算什么？又该你了。哎，如果那天招婿大会，我有胆子开口的话，现在轮不到傻大个啊！赶紧说了。你说会不会，就算轮到那个陆小鸡，也轮不到我？他留了封信给他，但是没有留给我呀。我也不明白，我这么喜欢赌，他就不跟我赌，偏要跟那个傻大个赌。那我比你好一点啊，他连随身的佩剑都没有带走，但是却把我给他的匕首带走了。你说这是不是女人心？海底针，又该我说了。哎呀，不玩了。男子汉大丈夫为这些示范，我们去喝花酒，把全院的姑娘都叫出来，大醉三天。好啊，师父。但是这样你真的会开心吗？啊，师父，不如我们还是继续玩真心话游戏吧。如果他回来让我见到了，他就死定了。如果让我见到那个傻大个，我就掐死他。这场赌约不论是胜是败，为师都没有损失，输了顶多是做一个挂名的智囊而已，赢了宋菲菲就是囊中之物了。华东果然是好计啊。哈，师父你过奖了。只是不知道师父是真想帮孩子找回他娘，还是单单想赢呢？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啊，如果真的想帮孩子找回娘亲的话，就要多花些功夫，那如果只是想赢，那就简单多了。哼，我没兴趣做善事。好，那行，街上都是女人，反正女人都可以做娘亲，你随便找一个呢。记住，不能出错。嗨，刚才我还觉得自己大材小用，这会儿师父又担心我办得不够好。华东啊，那师父就向你说声对不起喽。徒弟恭喜师父，快要小登科才对。哼，我说过真的要娶她吗？娶个老婆回家干嘛？玩完了不就算了吗？哦，我还以为师父是可怜宋菲菲没人上门提亲，所以日行一善。哼，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，我没兴趣做善事。师父只对一件事感兴趣，那就是摘花玩花，玩完了我就把它还给宋世杰了。哈，高明。是你高招才对啊。啊，公子，我们来了。以后你就是这个婴儿的娘亲。哦，是。记着随传随到，本少爷重重有赏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